有没有同学后来想再试着解解看的、啊？没有。试卷试着解看，觉得说一看就想放弃。有些想放，哎，我是看了很想很久很久很久。想不出来。然后就我尽力了。啊，来冰总上来说看。你自己说你会个几？那我把点扣回来。好。来，快一点。你看，马上去就变成什么？把水扣回来，地震高了。
六度。那假设它假设六十五又多半度，那这边就下降0.5度啊。那现在水比较多。哦，那一样哦。超过了，那超过了。然后所以现在再让它回去，这边再让这0.5变成65，这方法超笨的。上升这边上升0.5就不要下降多少？那就回到刚刚的结果了啊，回到60。1.05。下去，真的吗？这边。对啊，0.05啊。对不对？不玩嘞。0.05。对啊。这是6.405，这个6.49，不对，上南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你没有写出一个计算式。计算式，但是那个很难讲，我不会讲，这样比较好讲。有，我蛮懂的。那你从这边讲到这边，你可以把计算式套上来啦。我不会，我不会。你可以插进。这边15度，这边就会1度。所以这边。你有没有听懂？你要来上面解释哦。我听不懂。那哪边听不懂？你怎么没跟他讲呢？不知道这两个杯子关我的。这两个杯子，他们要倒进去。这不是上礼拜上次我出的题目吗？我上课程结束的时候出个题目，我说我把两杯水倒在一起，它怎么平衡？我这边没有根本，啊是，还是别人要随便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在那个细节上去吹毛求疵，赶快看一下到底要说什么，只要知道题目就好了。他把水倒进去之后，两边的温度要平衡嘛，平衡的温度是几度？这是什么题目啊？有一杯是100克70度 C 的水，有一杯是10克10度 C 的水，倒进去之后平衡温度是多少？这样听懂题目了吗？64.，我猜64.8。到这边有没有问题？队长，来大众说明一下，说对的加一点。没有问题，说刚才说什么？就是呢。说清楚了之后，加你一点啊，就是额外加点啊。就是呢，有两个三立点跟。三立点。三立点。大概一个华语的。你有听懂吗？半懂半不懂。好，回来。来，谁有听懂？我。来，上面讲句。问题是这样。你没有华文。我没有华文。来，不要吵啊。就是呢，要让他们两边的手指头才能在一起。好，倒进去会平的，两边的。刚刚没有听懂，仔细听啊、哦。然后呢？那这是100克，这是10克。然后100克是10克的10倍，所以它每上升1度，它就下降。每上升10度，它就下降1度。这边有听懂吗？这边有没有听懂？你有听懂吗？每上升10克就可以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因为每上升它是水，你刚刚讲到的，水就要几克？对啊，我解释。男人讲话，女人不要插嘴。你还不是是这个意思吗？好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来，赶快说，赶快说，为什么呢？总是一克的总要上升1度。
定了。他很想的。好，可以回去。还行，没达到我的加点标准，跟不了加点。但是不错啦，有理解哈。来，我们来再回想一下，再回想一下。我们讲一个事情嘛，我们上礼拜讲的事情说热量的定义，一卡。什么是一卡？什么是一卡？能量什么是一卡？定义怎么定义一卡？来，一卡不是能量，能量，一卡怎么定义一卡？然后旭宇怎么定义一卡？一卡就是水需要，哎，应该是跟一个单位的水要上升一度所需要的热量。什么单位？一公斤吗？一克水。一克水啊、哦，一克的水上升一度七所需要的能量，或者是下降一度七所放出来的热量。就是要一卡，清楚吗？课本上都有定义哈、哦，所以我再次强调，一定要预习，一定要预习，好不好？一定要预习。你课本看过了，你就知道在讲什么，啊，就不会不清楚。好，那我问一个 ，S 克的水上升一度 C 需要多少热量 ？X 克的水上升一度 C 需要多少热量？好，再把问题简化回来。一克的水上升一度 C 需要一卡的热量 ，X 克的水上升一度 C 需要一卡的热量，需要几卡？一卡。俊宇受不了了。我比出来了。再等一下。再等一下。再等一下。自己要乖一点。来，乖一点。那现在是 X 克的水上升一度 C 需要几卡 ？X 卡啊 ，X 卡，对不对？是 X 卡。是。是哈。X 卡，我现在 X 克的水上升了 Y 度 C， 我需要几卡的热量？好难哦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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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再啰嗦了。真的真的很难啦。好，把问题要简化哈。X 是水吗？不行吗？不是橙吧？不是 ，X 是水吗？我把问题简化。一克的水上升 Y 度 C 需要几卡热量？好诶。几卡？一克的水上升 一克的水上升一度 C， 上升一度 C 需要。一卡的热量，我现在一克的水上升 Y 度 C 需要几卡的热量 ？Y 卡的热量，对吧？哦，是的。所以呢，我现在有 X 克的水上升 Y 度 C 需要几卡的热量？是 XY 吧？刚刚不是说对了吗？你们是谁呀？这很复杂吗？有。这很复杂，哪里复杂？告诉我哪里复杂？哪里复杂？哪里复杂？对，丁狗心不赢，哪里不打？有没有问题？没有，没有你。好，那我问一个问题：十克的水从十度 C 上升到 X 度 C， 需要几卡热量？十乘以多少 ？X 减十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。对不对？好，这边没有人说对，只有。这个十是这个十哦，这个十是这个十哦。我这样画懂不懂意思？我讲答案。非常好。我好十克的水上升几度 C 是吧？它上升几度 C 是不是 X 减十度 C？ 对。对。是不是这样子？是不是？是。是。好。同样道理，请你告诉我，一百克的水从七十度 C 下降到。X 它放出多少热量？怎么算？怎么算？快点！
说对的话，你跟他多加一点；说错的话，就没有。你跟他多高一点。快点。没到多少？刚刚三十。有没有加？100。100。哎，走开了，开始吗？开始。姐。听无？啊？啊？啊？减七十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那放出这么多热量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可以找到问题了，加一点。啊，你说。七十减就是啊。哎呦，快哦！我们加。好可怜的，来，说说看，为什么是七十减 S 不对？下降。下降啊！啊，我们前面讲下降了。你看，我刚刚讲下降了，谁的温度高？它。七十比 X 高嘛？那可能是下降不？它下降啊，对。如果你要这样解释，可以哦。你要解释说 ，x 减七十是负的，所以负的是代表下降，这样也可以，啊，这样也可以哦，啊，那是负 x 减七十吧？那是负 x 减，不能负 x 减七十，不是说负的 x 减七十，负的 x 减七十你说，不是加减，那这样是负的 x 减七十你说，七十度的下降，我问你啊，姑娘，来来来，先停，这是温度计，七十度，七十度。我现在问你哦，问你哦，在数学上减是什么意思？减或减。在数学上减代表两点之间的距离哦。我告诉你们学过这个事情，有没有学过？没有学过吗？数线呢？你学过数线没有？这个点到这点的距离多少？怎么算？面值。这一点的坐标值减掉这点坐标值就出来了，就这样子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。这是距离的意思啊。你看到这七十度，我现在告诉你 x 度，下降几度？七十减负负啊。你会不会减负 x？ 我不会。不会啊。不是，那是。那什么？那它不是下降，它是下降负 x 减七十度啊。下降负 x 减七十度。这是这样子还是这样子？对，上面那个，上面那个。啊，上面这个可以，这个是不一样的意思。对。啊，这是不一样的意思，这变成两个相交了。相交。变成这样的。很难的。啊，这是不一样的，不对哦，这样是 OK 的，啊，这是 OK 的哈。好，来，安谷加一点，大松加一点，哦，大松两点嘞，也不错哦。还有一点，然后加一点。Bingo再加一点。啊，还有四点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知道了。哎，不要吵。它，这是它放出来的能量。这是这一杯水得到的能量。你要在同一杯水里面，能量都没有散失，是不是它是能量转移？它没能量转过来这边嘛。所以什么意思？两面相乘就好。所以麻烦讲哈，等于十乘上。x 减十，这样会不会解？会不会解？会解啊！这是什么？一元一次方程式，对不对？是哦。比你是不是一元一次方程式？会不会解？忘了怎么解。来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接下来两边先乘开，我们把给两边先乘开，可不可以两边先乘开？那不可以两边先乘开。可以哈，所以这乘乘变什么？那个100我怎么不见了？哪边100？100在这里啊。那为什么100都没有了？100乘以。可以，都变了。啊，结果嘞？结果就算了。算了，我在等你们算。拿上来。来。1388。7000。7666。100 x 等于。10 x。减100。到目前为止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啊，然后嘞？接下来嘞？七千条数呢？七千在这里啊。接下来嘞？来，下一个步骤，预览说看，接下来怎么办？
就要说，你看得见吗？看得见。也是只写七千点点一百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得到了。啊。所以接下来是不是要？要怎么样？要移项。对，要移项。谁移到哪边去？谁移到哪边去？怎么移？两边都要移。两边都要移，对啊，怎么移？谁移到哪？你想怎么移？把这个移过去，还是把这个移过去？X 对。所以，我想要先移那个十。你想移 X 移过来可以啊，就十 X 移过来变负十 X， 对不对？然后减地板 X。减地板 X。然后七千。移过去。对，然后等于负七千。七千减地板。减地板。那么你这个，再那个，哦，我找到了。这样有问题？有。哪里有问题？有吗？这样没问题。我不知道。哎呀，你好吵！啊。有问题。不能七千。不要吵，不要吵，不要吵。没有。现在做法是啊，没有，把十 x 移过来，把七千移过去。你看错。啊，十 x 移过来变负十 x。不是，这是我七千减一百克。怎么减？它放出来的能量是等它得到的能量。一百克放出来的能量是等十克的水得到的能量，因为它同一杯水里面呢，我倒进去了一百克的，倒进去了十克的，对不对？这是一百克的能量比较高嘛，它放出能量对不对？它放出能量给谁？给十克的水得到能量。到什么时候能量不会再交换？到温度相等嘛。那么假设温度相同，温度是 x 度，是不是？它得到多少能量？是 x 减十度，乘上十克。它放出多少能量？是不是七十减 x 乘上一百？ x 是它放出来的能量，热量嘛，对不对？它温度下降嘛。乘上一百，是不是它的一百克？对吧？这样没问题。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啊，没有问题啊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等式这样来的，有没有问题？好，那我们再把它整理一下哈。负一百一十 x 等于什么？负七千一百。哇，好酷啊！对不对？好，那接下来怎么办？一百一十等于七千一百。x 等于什么？投入。一百一十分之七千一百，等于多少？计算机。计算机。有啦，我自己在算。很多啊。我看是不是确定这个。是啊。对啊，差不多啊。都没有在算，就差不多，差不多上。现在呢，到底多少？六。虚后尾。六点四。六是多少？六十四点五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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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。好 ，OK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等一下，这么喜欢这个事。好，非常好。所以它是循环导数嘛，六四点五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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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。啊 ，OK， 这样没问题。这样没问题，不分这个，都会处理的。你不要把这个蓝色擦掉。哎。不要把这个擦掉。看看那相机拍起来。里面在走地。啊，你看了，你看了，但是我鞠躬在讲，我先拍起来，以防万一，我等一下你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个是比较复杂一点点的问题了哈，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，是水跟水嘛，可是都说不是水跟水啊。我比如举个例好了，你们吃过石头火锅？有。怎么吃？把石头丢到，把石头丢到水里去，对不对？好，知道。石头火锅不是吧？真的，不是吧？不是吧？你没有看过一个红瓦斯叫
有一个旅行者嘛，他就知道一个地方旅行啊，然后他说，因为他肚子很饿啊，他没有东西吃，好几天没东西吃，他就说，哎，请问有东西可以分我？然后那个大家都拒绝，因为大家去那个村子里面，大家没有不是过得很好，就大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吃。他想办法，实在是没办法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啊，我旅行各地，我发现了一个很好吃的食物，我跟大家分享。啊，这石头，这个石头上，刚拿一锅水，就先丢。就不会写对不对？你送别人，你写重点。我这样啊，三条啦。你以为是东吗？哦，有线。零点七，比特是什么东西？一多少？几
一碗石头吗？来，比热的意思是什么？谁可以说出来比热的意思？哎，我知道了，就把所有石头都丢进去，它就一定会飞。对啊，对啊。一个石头，丢一个石头需要20块钱。请你在最有限、最低的钱之下让水沸腾。我不在乎，我很大方。我可以切石头吗？不可以切石头。切石头吗？切石头是什么？没有没有，切石头我不知道什么，让他们切石头。切石头，来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挖一点，挖一点，快一点。怎么办？一颗石头是100克。我需要，我需要黑卡。我不要随便投，直接请你们都给我一下。好，这边给你好不好？好。我也要，蚯蚓爸爸讲故事不要擦掉。好，给擦掉了。谢谢谢谢，我下次我再讲故事再讲。好啊。来，谁要上来？后边很帅，快点。好。好，加油。各位。我可以坐这里吗？有一碗石头。可以借我坐这里吗？啊，没事没事。我习惯了。哇。石头没有限制几克，不是只有画六颗，就只有六颗，不是哦。20块。但是一颗石头20块。好贵哦。我会先从一颗开始丢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你可以开始丢一颗。大钟在想，不要跟我打哈欠，想睡觉。有啊，我在想啊。没事，没事。好，反正。徐宇，我们在想。有，我这个。啊。是2000克的水吗？2000克的水。可以拿100多啊。你下一颗就够了。一颗就够了。一颗就够了。怎么可能？是吗？上次知道他上次都没有。OK OK OK 啊。对。加油。嗯。
玉阳要上去挑战一下，有点空间。为什么？不过我觉得数学进步很多哎。不要计算机啊！再要计算机要踢下去的，小姐。你们在成这种数字习惯，最好的习惯是把那个小数点去约掉。你有十可以乘嘛？小数点去约掉，你就会不容易错啊。你的结果是比两万小，那你现在结果比两万小，那就对啦。可是我在想是对啊。那你在想说我们小很多，如果乘上0.1是多少？如果乘上0.1是多少？你怎么知道？如果乘0.1是2000嘛，就那就比2000大。2000。对啊。好啊。写下来。
现在是多少？对啊。好，快点，还有一分钟。我无法。无法就停下来。不要，我要。啊，随便你。什么一百五十克？这怎么又来一百五十克？一百五十克。